台湾歌手卢广仲相隔13年再次踏上红馆的舞台，可能今次只开一场，所以小队长出尽全力演出，更3度 encore， 气氛超级高涨。今次小队长只是唱了一小段广东歌，他接受访问时都感叹广东话歌真的很难唱啊。但是因为我就是觉得广东话实在难度太高，所以我就唱 一小段，因为但其实 我练蛮久的，然后因为那首歌是我去年跟林家谦合作我帮他写的曲子，所以就觉得在这边唱蛮有意思的，所以唱一小段，或许下一次再来开专场的时候，希望啦，我希望，因为毕竟我来香港也是演唱会很久，好几年，这个广东话一直没有进步，我自己也是觉得蛮惭愧的。你那个妖哥的成功了吗？哦，妖哥的吗？他好像忘记了。你要追他？他好像忘记了。哎，南家听我那个歌，有空可以写给我。有吗？有联系吗？有，我跟他私底下，对，有时候他去台湾的时候，我们会传讯息或者是。香港开演唱会，跟在台湾最大的分别是什么？最大的分别就是有时候在台上想要跟大家多讲一点话，然后不然讲广东话好了，可是想哎好，但我广东话好像不行，我怕大家听不懂。尝试一下。你说尝试讲很长的广东话？你现在可以吗？你最棒的，最流利的，可以试一下吗？你得好靓仔呀！只有男生吗？女生没有？真的吗？是男生吗？女生。靓女，好靓女啊！